昨日的中超联赛再次成为多家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。在长春亚泰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，邓巴巴与长春亚泰27号张力发生了冲突。冲突的起因是张力用了种族歧视的语言侮辱了邓巴巴。一向性格温和的邓巴巴怒不可遏，一度揪住了张力的脖子讨要说法，而张力就嘴里停不下来。佩戴队长袖标的曹约定上前一把拉开张力，张力却仍然相当愤怒，抻着脖子转而用中文又骂了曹约定。此前的报道局称张力用了种族歧视的词汇侮辱了邓巴巴，但具体张力说了什么呢？有球迷表示，张力的英文词汇量并不算丰富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他只是不停重复两个单词 YOUBLACK。著名足球记者徐江也通过社交媒体证实，张力连着骂 Black 始终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单词。种族歧视一直是世界体坛都不可触碰的禁区。2013年还在担任欧足联秘书长的因凡蒂诺表示，欧足联将出台新规严惩种族歧视行为，涉事球员将至少被禁赛10场。与比赛中的怒不可遏相比，赛后退场时邓巴巴的一张照片更加让人唏嘘，他神情落寞，非常伤心，不知道对于造成如此伤害和恶劣影响的张力，足协将会开出怎样的罚单。